大佛顶如来念音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首楞严经卷第二。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悔，身心泰然，念无始来失却本心，妄认缘尘分别影视，今日开悟，如师汝儿呼吁慈母合掌礼佛，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，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。时波斯匿王起立薄佛，我习未成诸佛悔斥，见迦瞻言毗罗之子闲言此身死后断灭，名为涅盘。我虽执佛，今犹狐疑，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？今此大众诸有漏者，贤皆愿闻。佛告代王：汝身现在，今复问汝，汝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，唯复变坏。世尊，我今此身终从变灭。佛言：代王，汝未曾灭，云何之灭？世尊，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，我观现前念念牵懈，心心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渐渐消陨，陨亡不息，觉知此身当从灭尽。佛言：如是，代王，汝今生灵已从衰老，颜貌何如童子之时？世尊，我习还如肤凑润泽，年至长成，血气充满，而今颓灵迫于衰貌，形色枯翠，精神昏昧，发白面皱，待将不久，如何见彼充盛之时？佛言：代王，汝之形容应不顿朽。王言：世尊，变化密移，我诚不觉，寒暑千流，见至于此，何以故？我年二十，虽好年少，颜貌已老初十岁时，三十之年又衰二十，于今六十又过于二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。世尊，我见密移虽此陨落，其间留意且现十年，若复令我维系思维，其变名为一纪二纪，实为年变。岂为年变？一间月化，何知月化兼又日迁？沉思闭关，刹挪刹挪，念念之间不得停住，故知我身终从变灭。佛告代王：汝见变化千改不停，悟知汝灭。亦于灭时，汝之身中有不灭也？波斯匿王合掌薄佛：我实不知。佛言：我今视汝不生灭性。代王：汝年几时见恒河水？王言：我生三岁，慈母惜我夜骑婆天，经过此流，尔时即知是恒河水。佛言：代王，如汝所说，二十之时衰于十岁，乃至六十，日月岁时念念千变，则汝三岁见此河时，至年十三，其水云何？王言：如三岁时宛然无异，乃至于今年六十二，亦无有异。佛言：汝今自伤，法白面皱，其面必定皱于童年，则汝今时观此恒河，与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同貌否？王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佛言：代王，汝面虽皱，而此见经性未曾皱，皱者为变，不皱非变。
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原无生灭。云何于中受辱生死，而由引笔墨且离等都言此身死后全灭。王闻是言，信之，身后舍生去生，与诸大众踊跃欢喜，得未曾有。阿难即从坐起，礼佛合掌，长跪薄佛：世尊，若此见闻必不生灭，云何世尊明我等辈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？愿兴慈悲，洗我尘垢，即时如来垂金色臂，轮手下指，是阿难言：汝今见我母陀罗手，为正为道。阿难言：世间众生以此为道，而我不知谁正谁道。佛告阿难：若世间人以此为道，即世间人将何为正？阿难言：如来竖臂，兜罗绵手，上指于空，则名为正。佛即竖臂告阿难言：若此颠倒，首尾相换，诸世间人一辈瞻视，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。如来之身明正片之，汝等之身好性颠倒，随汝地观汝身佛身，称颠倒者，名字何处号为颠倒？于是阿难与诸大众瞪蒙瞻佛，目睛不顺，不知身心颠倒所在。佛心慈悲，哀悯阿难及诸大众，发海潮音，片告同会：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，色心诸缘即心所使，诸所缘法为心所现。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，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原妙明心，保明妙性，任物中迷？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，色杂妄想，想象为身，聚缘内摇，去外奔逸，昏扰扰相，以为心性。一迷为心，决定或为色身之内，不知色身外际山河，虚空大地，前世妙明真心中物。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弃之为任一浮欧体，目为全朝，穷尽盈帛。汝等即是迷中被人，如我垂手等无差别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阿难成佛，悲咎深悔，垂泣插手而薄佛言：我虽成佛，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，缘所圆满，常住心地，而我悟佛，现说法音，现以圆心，云所瞻仰，徒获此心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。愿佛哀悯，宣示原因，把我一根归无上道。佛告阿难：汝等尚以圆心听法，此法一圆，非得法性。如人以手指月是人，彼人因指当应看月，若复观指以为月体，此人岂为王师月轮，亦亡其指。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，岂为王指？亦复不是明之语暗。何以故？即以指体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无所了故，汝亦如是。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，此心自应离分别音，有分别性。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站止便去，终不常住，而掌亭人都无所去，名为亭主，此亦如是。若真汝心，则无所去，云何离生，无分别性？斯则岂为生分别心？分别我容，离诸色相，无分别性。
如是乃至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，居舍离等，昧为明谛。离诸法缘无分别性，则汝心性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？阿难言：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则如来说妙明圆心，云何无还？唯垂哀悯为我宣说。佛告阿难：且汝见我见金明圆，此见虽非妙金明心，如第二月非是月影，汝应谛听，今当示汝无所还谛。阿难：此大讲堂洞开，东方日轮升天，则有明耀；中夜黑月，云雾晦明，则复昏暗。互有之隙，则复见通；强与之间，则复观庸；分别之处，则复见缘；玩虚之中，片是空性；欲薄之相，则迂昏沉；成寂练分，又观清净。阿难，汝闲看此诸变化相，吾今各还本所因处，云何本因？阿难，此诸变化名还日轮，何以故？吾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还日。暗还黑月，通还互有，拥还强与，圆还分别，玩虚还空，欲薄还尘，清明还寂，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类。汝见八种见精明性，当欲谁还？何以故？若还于明，则不明时无复见暗，虽明暗等种种差别，见无差别。诸可还者，自然非汝；不汝还者，非汝而谁？则知汝心本妙明净，汝自迷嫩丧本受轮，于生死中常被飘溺，是故如来名可怜悯。阿难言：我虽是此见性无还，云何得知是我真性？佛告阿难：吾今问汝，今汝未得无漏清净，成佛神力，见于初禅，得无障碍，而阿那律见阎浮提，如官掌中安摩罗果，诸菩萨等见百千界，十方如来穷尽为尘，清净国土无所不主，众生动事不过分寸。阿难，且吾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中间片览水陆空行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，无非前尘分别留爱，汝应于此分别自他。今吾将汝择于见中，谁是我体，谁为物相？阿难，即汝见缘从日月宫，事物非汝，至七金山周遍地观，虽种种光，亦物非汝。渐渐更观，云腾鸟飞，风动尘起，树木山川，草芥人畜，闲物非汝。阿难，是诸近远诸有物性，虽复差殊，同汝见经，清净所主，则诸物类自有差别，见性无殊，此经妙明，成汝见性。若见事物，则汝亦可见无之见；若同见者，名为见无。无不见时，何不见无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；若不见无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又则汝今见物之时，汝既见物，物亦见汝。体性纷杂，则汝与我并诸世间，不成安立。阿难，若汝见时，是汝非我，见性周遍，非汝而谁？云何自以汝之真性？性汝不真，许我求实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
若此见性，必我非愚。我与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，居日月宫，此见周原遍娑婆国，退归精舍，只见伽蓝，清心护堂，淡瞻言武。世尊，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世中为满一世。为复此见，缩大为小，唯当强语，夹令断绝。我今不知思意所在，愿垂弘慈为我敷衍。佛告阿难，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，各属前尘，不应说言，见有疏缩。譬如方器，终见方空。吾复问汝，此方器中所见方空，为复定方，为不定方？若定方者，别安元气，空因不圆；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应无方空。汝言不知思意所在，意性如是，云何为在？阿难，若复欲令入无方圆，但除气方，空体无方，不应说言，更除虚空方向所在。若如汝问，入世之时缩见令小，仰观日时，如其晚见，其余日面。若逐强语，能夹见断，穿为小豆，凝无蓄积。是亦不然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。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于一毛端，片能含受十方国土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见经，必我妙性。今此妙性现在我前，见必我真。我今身心复是何物？而今身心分别有时，彼见无别，分辨我身。若使我心令我今见，见性使我而身非我，何殊如来先所难言，悟能见我，唯垂大慈开发未悟。佛告阿难，今汝所言见在汝前，是亦非实。若实汝前，汝实见者，则此见经既有方所，非无指示。且今与汝坐其陀林，遍观林衢，其与殿堂，上至日月，前对恒河。汝今与我狮子座前，举手指陈是种种相。阴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暗者是蔽，通者是空。如是乃至草树纤毫，大小虽殊，但可有形，无不指着。若彼其见现在汝前，汝应以手确实指陈，何者是见？阿难当知，若空是见，即已成见，何者是空？若物是见，即已是见，何者为物？如可维系披波万象，悉出精明净妙见缘，指陈是我，同彼诸物分明无惑。阿难言：我今于此重阁讲堂，远济恒河，上观日月，举手所指，纵目所观，指皆是物，无是见者。世尊，如佛所说，况我有漏出学声闻，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向前剖出精见，离一切物别有自信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佛复告阿难：如汝所言，无有见经，离一切物别有自性，则汝所指事物之中无是见者。今复告汝：汝与如来坐其陀林，更观林苑，乃至日月种种相殊，
必无见经受汝所指。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？阿难言，我时片见此奇陀林，不知世中何者非见，何以故？若树非见，云何见树？若树即见，复云何树？如是乃至若空非见，云何见空？若空即见，复云何空？我又思维，是万象中唯系发明，无非见者。佛言如是如是。于是大众非无学者，闻佛此言，茫然不知，是意终始，一时惶悚，失其所守。如来知其魂律变折，心生怜悯，安慰阿难及诸大众：诸善男子，无上法王是真实语，如所如说，不狂不妄，非末伽离四种不死，搅乱论义，汝弟思维无忝哀慕。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悯诸四众，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而薄佛言：世尊，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二种金见色空，是非是义。世尊，若此前缘色空等相，若是见者应有所指，若非见者应无所主。而今不知是义所归，故有经部，非是仇习善根清显。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相，于此见经原是何物，于其中间无是非是。佛告文殊及诸大众：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并所想象，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此见即缘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，云何于中有是非是？文殊，吾今问汝，如汝文殊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为无文殊。如是，世尊，我真文殊无是文殊，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则二文殊，然我今日非无文殊，于中实无是非二相。佛言：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，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，妄为色空，给予闻见。如第二月，谁为是月？又谁非月？文殊，但一月真，中间自无是月非月。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，名为妄想，不能于中出是非是。由是真精妙觉明性，故能令汝出止非止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诚如法王所说，觉缘遍十方界，湛然常住，性非生灭，与先梵志梭毗迦罗所谈明地及头灰等诸外道种说有真我遍满十方，有何差别？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会等敷衍思议，彼外道等常说自然，我说因缘非彼境界。我今观此觉性自然，非生非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，似非因缘，与彼自然。云何开示不入群邪，或真实心妙觉明性？佛告阿难：我今如是开示方便，真实告汝，汝犹未悟，或为自然？阿难：若必自然，自须真明，有自然体，如且观此妙明见中，以何为自？此见为复以明为自，以暗为自，
以空为字，以色为字。阿难，若名为字，应不见暗；若复以空为字体者，应不见色。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字者，则于明时见性断灭，云何见明？阿难言：必此妙见，性非自然。我今发明是因缘生，心犹未明，咨询如来，是意云何？何因缘性？佛言：汝言因缘，无复问汝。汝今因见，见性现前，此见为复因明有见，因暗有见，因空有见，因色有见。阿难，若因明有，因不见暗；如因暗有，因不见明。如是乃至因空因色，同于明暗。复次，阿难，此见又复原明有见，原暗有见，原空有见，原色有见。阿难，若原空有，因不见色；若原色有，因不见空。如是乃至圆明圆暗，同于空色。当知如是金觉妙明，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汝今云何于中错心，以诸世间细论名相而得分别？汝以手掌错磨虚空，旨意自劳，虚空云何随汝执着？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必妙觉性，非因非缘。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，见性具四种缘？所谓因空、因明、因心、因眼，是意云何？佛言：阿难，我说世间诸因缘相，非第一义。阿难，无复问汝，诸世间人说我能见，云何明见，云何不见？阿难言，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，明之为见。若复无此三种光明，则不能见。阿难，若无明时，明不见者，应不见暗；若必见暗，此但无明，云何无见？阿难，若在暗时不见明故，名为不见。今在明时不见暗相，还名不见。如是二相俱名不见。若复二相自相凌夺，非汝见性，于中暂无。如是则知二俱明见，云何不见？是故阿难，汝今当知，见明之时，见非是明；见暗之时，见非是暗；见空之时，见非是空；见色之时，见非是色。四义成就。汝复应知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，云何复说因缘自然，即合合相？汝等声闻狭劣无事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。吾今会汝当善思维，无得皮带妙菩提路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如佛世尊为我等备宣说因缘，即与自然诸合合相，与不合合心犹未开。而今更闻渐渐非见，重增迷闷。福愿弘慈施大慧目，开示我等觉心明净，作事予以悲泪顶礼，承受圣旨。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大众，将欲敷衍
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录，告阿难言：汝虽抢记，但亦多闻。于奢摩他为密观照，心犹未了。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开示，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。阿难，一切众生轮回世间，由二颠倒，分别见妄，当处发生，当夜轮转。云何二见？一者众生别业妄见，二者众生同分妄见。云何名为别业妄见？阿难，如世间人目有赤省，夜见灯光，别有圆影，五色重叠，余亦云何？此夜灯明所现圆光，为是灯色，为当见色。阿难，此若灯色，则非省人，何不同见？而此圆影为省之观，若是见色，见已成色，则彼省人见圆影者，名为何等？复次阿难，若此圆影离灯别有，则何旁观屏障机言有圆影出？离见别有，应非言主，云何省人目见圆影？是故当知，色实在灯，见病为影，影见俱省，见省非病。终不应言是灯是见，于世中有，非灯非见。如第二月，非体非影，何以故？第二之观捏所成故。诸有智者不应说言，此捏根源是行非行，离见非见。此亦如是，目省所成，今欲明谁是灯是见，何况分别非灯非见？云何名为同分妄见？阿难，此阎浮提除大海水，中间平路有三千洲，正中大洲东西瓜梁，大国凡有二千三百，其余小洲在诸海中，其间或有三两百国，或一或二，至于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。阿难，若复此中有一小洲，只有两国，为一国人同感恶缘，则彼小洲当土众生，堵诸一切不祥境界。或见二日，或见两月，其中乃至晕视配绝，喙背飞流，覆耳红泥，种种恶相。但此国见彼国众生，本所不见，亦复不闻。阿难，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何名？阿难，汝彼众生别业妄见，主灯光中所现圆影，虽现四境，终彼见者目省所成。省即见劳，非色所造，然见省者终无见旧。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皆是无始见病所成。见与见缘四现前境，缘我觉明。见所缘省，觉见即省，本觉明心，觉缘非省，觉所觉省，觉非省中，此时见见，云何复名觉闻之见？是故汝今见我及汝，并诸世间十类众生，皆即见省，非见省者。彼见真经，性非省者，故不明见。阿难，如彼众生同分妄见，立彼妄见别业一人，一并牧人同彼一国，彼见圆影省妄所生，此众同分所现不祥，同见业中障恶所起，俱是无始见妄所生。立阎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，
并记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，见闻觉知，虚妄并缘。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若能远离诸和合缘，即不和合，则复灭除诸生死因，圆满菩提不生灭性，清净本心，本觉常住。阿难，汝虽先悟本觉妙明，性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而由未明如是觉缘，非和合生，即不和合。阿难，吾今复以前尘问汝，汝今有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，正菩提心和合其者，则汝今者妙境见经，唯与明合，唯与暗合，唯与通合，唯与色合。若明合者，且汝观明，当明现前何处杂见，见相可辨，杂合形象。若非见者，云何见明？若即见者，云何见见？必见圆满，何处何明？若明圆满，不合见合？见必一明，杂则失彼性明明字，杂失明性，何明非异？彼暗与通，及诸群色，亦复如是。复次阿难，又汝今者妙境见经，唯与明合，唯与暗合，唯与通合，唯与色合。若明合者，至于暗时，明相已灭，此见即不与诸暗合，云何见暗？若见暗时不与暗合，与明合者，应非见明。既不见明，云何明合？了明非暗，彼暗与通及诸群色，亦复如是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如我思维，此妙觉缘与诸缘尘及心念虑，非和合也？佛言：汝今又言绝非和合。吾复问汝：此妙见经非和合者，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色合。若非明合，则见与明必有边畔。汝且闭关，何处是明？何处是见？再见再明，自何为畔？阿难，若明寂中必无见者，则不相及，自不知其明相所在，叹云何成？彼暗与通及诸群色，亦复如是。又妙见经非和合者，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色合。若非明合，则见与明性相乖绝，如耳与明了不相处，见且不知明相所在，云何真明？何非合理？彼暗与通及诸群色，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如是乃至五阴六路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缘，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阿难，云何五阴？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，唯意情虚，迥无所有。其人无故不动目睛，瞪以发牢，则于虚空别见狂花，复有一切狂乱非相。
色因当知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是诸狂花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。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即从空来，还从空入。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。空若非空，自不容其花相起灭，如阿难体不容阿难。若目出者，即从目出，还从目入。即此花性从目出故，当何有见？若有见者，去即花空，悬何见眼？若无见者，出即亦空，悬当亦眼。又见花时，目应无意，云何晴空，好清明眼？是故当知，色因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手足厌安，百骸调适，忽如妄生，性无为顺。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磨，与二手中妄生色滑冷热诸相，受因当知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是诸幻处不从空来，不从掌出。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既能触掌，何不触身？不应虚空选择来处，若从掌出，应非待何？又掌出故，合则掌之，离则触入，必挽骨髓，应一觉知入时踪迹，必有决心知出知入，自有一物身中往来，何待何知，要名为处。是故当知，受因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谈说蹙眉，口中水出，思踏悬崖，足心酸涩，想因当知亦复如是。阿难，如是蹙说不从眉生，非从口入。如是阿难，若没声者，没何自谈，何待人说？若从口入，自何口闻？何须待耳？若独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想踏悬崖，与说相类。是故当知，想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暴流，波浪相续，前计后计，不相逾越，行因当知亦复如是。阿难，如是流性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亦非水性，非离空水。如是阿难，若因空生，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，世界自然俱受轮逆。若因水有，则此暴流性因非水，有所有相，经因现在。若即水性，则澄清时应非水体。若离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无流。是故当知，行因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许贫胁贫，塞其两孔，满中晴空，千里远行，用享他国，是因当知亦复如是。阿难，如是虚空非彼方来，非此方入。如是阿难，若彼方来，则本瓶中既主空去，于本瓶地应少虚空。若此方入，开孔道瓶，应见空出。是故当知，是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，万横首楞严经卷第二。